现在将近3000位少侠女侠，有啤酒的一人来一杯啤酒。英语姐，下午好，来，让我们一起干杯，让我们行走江湖，喝好酒，交好友，干杯，诸位，干了。有啤酒的一人一杯啤酒，干。你说直播间这将近3000位少侠女侠，竟然只有2位女侠配合一起来喝酒。哎，你们可都是英雄好汉和侠客呀，为何如此不痛快呢？喝酒还要3000两妖啊！罢了罢了，自己喝是自己爽了。好，这些送啤酒的，好，我们干了。来，诸位，笑傲江湖准备开始。在谈之前，存一个小问题啊，要问问大家。你们喜欢谁的版本《笑傲江湖》？吕颂贤在电视台有唱一首歌，叫做《笑傲江湖》，大家可以听一听。这是吕颂贤的。对，好，那么喜欢吕颂贤的版本就选一波一，喜欢黄沾的就选一波二。这是黄沾的。喜欢任贤齐的可以播三。既然如此多的朋友喜欢三，任贤齐，黄沾的朋友最多。好，那传音就为大家来一首传音新改编的《笑傲江湖》，你们想听的这三个版本，我们都可以弹到。来，准备开始。
那就扣一不二。来，诸位，告诉那些我们兄弟们，告诉那些分子，我们是政坛。所有扣二的朋友，全部拉到黑木崖的后山去练宝典。不要以为我是吓唬你们的啊！这黑木崖的宝典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还有哪些朋友是扣二的呀？真谈，对，是真谈。还有哪些朋友是扣二的？全部拉到黑木崖的后山去，每人一本。不练成功就不许出来。还想听？好，来，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，愿意为传音上榜的，作为少侠女侠，我们一人一颗小心心，为我们的民族艺术为传音涨涨士气。来直播间，我们有将近3000位少侠女侠，一人一颗小心心，弘扬民族艺术三点：点关注、点赞、点小心心。有人说要礼物了，哎，这我们弘扬民族艺术是否要交电费？是否要吃饭？一个小心心很过分吗？你们说传音要一个小心心过不过分呢？诸位，你这喷子是无处可喷了是吗？这民族艺术这一个小心心你还觉得过分了？对，既然有人说我们过分，那我们出去吃饭可否对餐馆老板说，老板，我们是弘扬民族艺术的，吃饭可以免单吗？你可以不收钱吗？就是因为大家很多的人道德绑架，认为民族艺术就应该低调，就应该不挣钱，所以民族艺术才发扬得如此的缓慢。10年之前，你都没有人知道弘扬民族艺术。不要理他，好，不理他，咱不理他。好，诸位，众筹小星星，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，愿意为传音上榜的，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两颗小星星都不要，只要一颗小星星。弘扬民族艺术要靠大家。好，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曲子？来，诸位开始。想听《刀剑如梦》选一，想听《铁血丹心》选二，想听《笑红尘》选三，想听《六字琴魔》选六。哪个票多就弹哪一个。对，我们黑木崖弹的曲子都是经典的。感谢叶某送来的比心兔。哎，怎么没配音呢？如此多，这二是什么？都挺多的，看起来二是最多的。二是铁血丹心。好，
那既然二是最多的，我看到了这一二三四一二三六都很多，由此二最多就先谈铁血丹心。那想听这刀剑如梦这六指琴魔笑红尘的朋友不要着急，我们一首一首来。铁血丹心，那接下来咱就要准备调琴，把音调好了才能把琴弹好。那现在请大家一起帮传音点点赞，我黑木崖令官何在，士气如何？禀教主，我黑木崖目前气势正盛。好，3.2万的士气，直播间我们将近3000位少侠女侠，来每人点30下，让我们一起秒上到这90000整。当我们的士气达到90000整的时候，传音的琴就已经调好了。诸位，传音弹琴辛苦，大家点赞也不容易，传音为大家发一个福袋，感谢你们对民族艺术的支持。好，诸位，你战我战天下战，皆是江湖为我战。我们的一阳子来点起来。我黑木崖只讲本地话，不讲普通话。琴调好了才能弹好琴，每一首歌曲的调是不一样，总共有12大调，所以我们需要调琴，请大家理解。愁雨相伴到天边，天灯皇要广告费啊，你说的有理，不妨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你去为传音飞鸽传书一封如何呀？点累了，辛苦了，你看大家点点赞觉得手很辛苦，那传音这手一直弹一直弹，会不会也很累呢？好，作为辛苦了，那现在黑木崖士气如何？多少？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世界上的任何好东西都需要耐心等待。人气人气气人气人，又何必太在意呢？好，8.3万，诸位少侠女侠来，每人点10下，秒上到90000整。来，诸位，每人点10下，一起秒上90000整。9了，好，诸位辛苦了。来，诸位，喝完这一杯，我们准备弹琴了。感谢大家的点赞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上榜。来，传音敬大家，有啤酒的和传音一起来干上一杯，一人一杯。来，诸位，我们干了。传音祝你们行走江湖一帆风顺。
恩义两难遇。喝好，谈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弹琴。这首《铁血丹心》呢，它也分为两个版本，这是原版原素，还有一个低阶版。想听原版原素的就选一波一，想听低阶版的就选一波二。好，原版元素的最多。那现在传音就带大家一起穿越，去看看郭大侠和黄蓉。回顾经典，诸位喜欢83版的经典黄日华和翁美玲的，一起来扣一波9，我们一起致敬永恒的经典。军师大驾光临，欢迎欢迎，感谢我们军师送来的热气球啊。黑木崖这位少侠女侠可以为我们的榜一诸葛亮孔明，经常和传音连麦的好朋友，一位至交好友，为他点一波关注，为他把士气涨上一涨。想交朋友的诸位也可以在公屏上面扣一波交朋友。大家行走江湖呢，
就是要交好友，喝好酒。来，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，愿意为传音上榜的，作为少侠女侠，我们一人一颗小心心，为我们的民族艺术，为传音，长长士气。某人方才外奔驰，小道此生无千里。金丝来了没说话。不说话是标配，大家欢迎欢迎就很好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我们一千多位少侠女侠有小心心的呀，我们记得一起一人一颗小心心。请大家支持传音，也支持我们的军师，大家为军师点一波关注。昨天晚上我们连麦，网络不好呀，没有就见面呢，没有成功。今天晚上军师开播吗？我们可以再次连麦，再次见上一见，缓一缓昨日没有见面的这种思念之情啊。好，期待。基本上传音每天晚上这第一次连麦啊，都是在等着你。平时好，那下一首曲子你们想听什么？一听浙江人是吗？明明是黑木崖本地人。好，来，想听《刀剑如梦》选一，《笑傲江湖》刚才有弹过，若还想听，我们稍后再弹，一首一首来。想听《刀剑如梦》选一，想听《精忠报国》选二，想听《笑红尘》选三。十面和六指琴魔，我们稍后。哎呀，祖贤姑娘来了呀！感谢祖贤姑娘送来的热气球呀！呀！祖贤姑娘，哎，你看，你还来就来吧，还坐着气球来，欢迎欢迎，来我黑木崖，诸位少侠女侠、英雄豪杰们，为我们的榜一。祖贤姑娘点一波关注，这可是全世界最经典的祖贤，王祖贤，祖贤姑娘，大家为她点一波关注啊，为她把士气涨一涨。祖贤姑娘，你是几点钟开播呀？让我看看现在票数最多的是哪一个。票数最多的竟然是三，三是什么？诸位，三是笑红尘吗？笑红尘，好。那就笑红尘，红尘笑啊。祖贤姑娘，下午不知你几点钟开播，我们记得连上一连了。大家记得为他点一波关注，传音的自交好友。5点半，那晚上我们应该能连上。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的。好，那接下来传音就准备为大家来调调音，弹弹琴。
弹琴之前需要把音调好，要改个调式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，传音调琴，大家一起来点点赞。传音为大家发一个福袋。现在黑木牙士气如何？一身骄傲，可在唱不在跳，长夜漫漫不觉悄悄快乐。12.3，那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少侠女侠，让我们把士气每人点30下，秒上到这19万整。来，诸位，当我们的士气达到19万整，传音的琴就调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笑红尘。好，现在我调琴，此生未了，心却已。祖先姑娘，你下午若没事可以记得去看看，找一段经典的哈。和传音说，当天黑得太早，来生难了，爱恨秘密共笑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老。风在冷不想逃，花在美也不想找，任我飘摇，天越高心越小，不管因果有多少，不怕回到今天哭明天笑，不求有人同吃同住同睡。好好，这可是最幸福的时刻呀。来告诉我，你上小星星了没有？你若上了小星星，那我允许你嚣张；你若没有上小星星，你就只能鼓掌，不能说我慢吞吞。不问因果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这次欢迎大家。欢迎所有来到黑木崖的这位少侠女侠，这里是民族艺术直播间，传音圣地。你们可以把你们想听的所有歌曲告诉传音。在黑木崖谈的是江湖，论的是豪迈。笑红尘唱一首，让祖贤姑娘可以唱，传音只能弹。我勤工高超，怎么会怕热呢？只愿开心到老，风吹冷不想逃，花再美也不想跳，任我飘摇，天越高心越小，不问因果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这是欢迎大家。今天姑娘，下一首曲子我们将在19万整，然后来弹奏这首笑红尘。现在黑木崖士气如何？多少了？让传音唱一个，此话可当真？我若唱歌，可把你们可给吓坏了。这唱功可是比那绣花针还要厉害。14万点赞，来，诸位少侠女侠。把我们的一阳指伸出来，来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来，把我们的一阳指伸出来，在我们的屏幕上面双击风云，让我们每人点30下，秒上到19万整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，一起来，你战我战，天下战，皆是江湖为我战。站到19万，我们就马上弹琴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
你点了300下，好，祝你再活300年。点赞了，点赞了，诸位。点完了就马上弹琴了。小点人了，哎，这一阳子多练练，他就不软了。再次欢迎大家，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少侠女侠。你点了400下呀，好，祝你再活400年。贵州仙女吗？榜一是贵州仙女，我不是。我是黑木崖的六指琴魔，全世界的天魔琴在这里。我指点你的鼻子，我说这鼻子为何一日比一日塌呢？赶半天是你这脸呢。啊，肖美人来了，感谢肖美人的千纸鹤。肖美人，下午好啊。呀！你是牛吗？你有鼻炎吗？你有吗？来告诉我啊！你倒是喝呀！好，有人催着我们喝，来，我们在弹琴之前会一起喝，不要着急。会不会？你都交了传音令了，你问我会不会？鼻炎好治，来，你告诉我怎么治啊？点到手软，这一阳子多练练，它就不软了。欢迎这位壮士来到黑木崖。点了800下了，哎呀，祝福你再活800年。现在士气多少了，这位少侠女侠？有没有到19万？有没有到19万？来，作为英雄豪杰们，来，马上就19了，手机点穿了，点穿了，黑木崖包赔18万了。来，每人再点10下，每人再点10下。祖先姑娘，你看黑木崖就是如此点赞嘛，你家如何点的呀？把这经验给传音传授一番嘛。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当冲着呢，他还未出现。好，回头咱们被窝里说。好，19了，诸位辛苦了，感谢大家一起来点赞。弘扬民族艺术3点：点关、点赞、点小星星。来，诸位辛苦，来，传音一起和大家干一杯。传音感谢你们对民族艺术、对传音的支持。来，有啤酒的和传音一起来对酒当歌，开心到老。来，让我们一醉方休，走一个。你的啤酒在哪里啊？你们的啤酒在哪里啊？你们的啤酒呢？来，干！终于看到一个啤酒了。好，两个啤酒了。这真啤酒它不是更香吗？来，干了。弹好琴，接下来我们准备弹《笑红尘》了，这是香港武侠歌曲里面排名第一的一首武侠歌曲，里面有一种豪迈、洒脱、一醉方休。来，诸位，这《笑红尘》你们想听哪一个版本？这是原版原素，还有一个。来生难了，
爱恨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老。想听原版原素的朋友就选一波一，想听 DJ 版的朋友就选一波二。天越高心越小，不问因果有多少，多走最大。原版元素，对酒当歌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你眼里面所有看到的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怀疑你自己的眼睛，还是怀疑这世界上没有真实的东西。
跟传音说说看，认为我们是真谈真喝的来扣一波一，认为我们是假谈假喝的就扣一波二，来让我看一看你们哪些朋友能是看到真实的呀。就是嘛，大家的眼睛可是雪亮的，都看得见，这哪来的那么多假？难道你是打假的吗？这扣二的朋友肯定是打假的，把他们拉到黑木崖后山去练宝典，把所有扣二的朋友哈拉到黑木崖的后山，一人发一本，让他们去练练。祖先姑娘，你看这个方法可好呀？你家不是也有宝典吗？若你们家有小黑子，把他们也拉到后山去好好的练一练，没有练成功就不要出来。啊，乱葬岗里啊，那岂不是有一点太血腥了吧？这还是文明时代一点好吧。啊，太狠了，你是一个狠人。来，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，愿意为传音上榜的诸位少侠女侠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为我们的民族艺术，为传音长长士气。1000多位少侠女侠，来，一人一颗小星星。我们是讲的黑木崖本地话，什么普通话？你以为像你这凡人讲普通话吗？长得好奇怪，有人曾经在直播间说，他以为我是动画片做的。那咱中国的这动漫啊，可是顶顶好啊。王沙儿是谁？同框演绎，和我们的榜一祖先姑娘同框，那才好玩。跟那沙儿是谁不认识？何许人物啊？笑傲江湖，好，沙儿是你啊？不，你怎么又一个就叫沙儿？你这两个名字啊？一二三，笑傲江湖。好，来，诸位开始选曲。小星星都送了吗？我就问一句，小星星都送了没有？送了，我们准备弹曲子了。大家送小星星了吗？没送，我等会儿再来问啊。送了送了，好好好，感谢所有送小星星的这位少侠女侠，你们是有情有义的侠客。接下来请我们的侠客们来选曲，侠客们想听笑傲江湖，好，你们有情有义，传音也自然是有情有义。想听笑傲江湖的朋友选一，想听六指琴魔的朋友选六，想听广陵散秦萧豪这曲的朋友选三。祖先姑娘，你还有另外一个名叫三儿吗？为何叫三儿啊？一最多吗？让我看看。
灵山。好，既然笑傲江湖最多，那就谈笑傲江湖。那谈之前，咱又需要这凝聚一下内力，把音呢调一调，音调好了，我们才能把琴弹好。来，黑木崖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哎呀妈，南城哥来了，南城哥。南城哥，下午好，说好啊，只许听不许看，把手心往下面一趴下，不能看。六指琴魔没问题，你们想听的都可以弹。岳不群的女儿岳灵珊，那岳不群可是我的手下败将啊，他的独孤九剑是打不过我的。那若祖贤姑娘是他的女儿，她岂不是也是我的手下败将？啊，南城哥不要打字，南城哥不要打字，你就把手机把它放下，光听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看啊，咱们先说好了，不要打字。你比岳不群的剑好。调情调情，黑木崖令官何在？林教主，我黑木崖目前气势正盛。好，哪位少侠女侠报一下现在黑木崖的精准士气？这是哪位少侠送来了一个飞鸽传书，让我看看，叫音什么呀？这个字，后面这个字好复杂呀。我甚至都看不出来很多的笔画。感谢殷送来的千纸鹤呀！这位殷是何方的少侠女侠，竟然送来飞鸽传书啊！感谢你的千纸鹤，感谢啦！呀！既然有人说我不会弹，马上弹给你听。不许走！啊，多少士气，让我看一看。你们别催我，你们一催我呢，我就会服的时间越长啊。20.8，也就是21万。来，我们1000多位少侠女侠，每人点30下，把我们的士气秒上到这25万点赞，如何？来，诸位。你战我战天下战，让我们一起把战点到25万。传音现在改调，为大家弹笑傲江湖。你不点，不点拖他轰，后牙去练宝典。需要技术的，没有技术他能弹棉花吗？评论区笑死了，一定要淡定。起风会吗？没听过。来，弹琴之前传音先吹个牛啊，不，传音先说一句话，这不要问我会不会，黑木崖曲目单是内的曲子，全部都是免费点，我们投票制。曲目单范围之外的，你不用管我听没听过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的，
只要你这天，只要你这那飞的叫什么竹蜻蜓飞机一飞，只要我一听一遍我就可以弹，而且从来不看谱子的。对，叫竹蜻蜓，就大灰鸡，对，没错。那个是我墨迹的朋友，请问你上小星星了吗？你若上了小星星，你可以催我，没问题。但是你若没有上小星星，你就要低调一点。我们实话实说，怎么算是吹牛了？黑木崖没有牛。来，现在黑木崖士气如何？多少了？有没有到十？有没有到15万吗？25万对吗？来，诸位少侠女侠，现在是23.6万的士气，直播间1300位少侠女侠，来，让我们每人点20下。秒上，每人点10下，秒人上到25万点赞。当我们的士气达到25万，我们就开始谈笑傲江湖。诸位，来，把我们的一阳子在屏幕上面双击风云，谈毛线。你说的可是这个？是这个毛线吗？25万整弹，诸位，你点了100下，祝你再活100年，你的手都废了。这一阳指啊，是需要一定的内力才能够点的，你这内力得多练练，不练练它如何能够练成一阳指啊？看你这功力，不如加入黑木崖，在黑木崖好好练练吧。过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好。好，诸位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谈笑傲江湖，谈之前26了，好，辛苦了，诸位辛苦了，感谢大家对民族艺术对传音的支持。来，这谈之前传一个小问题问问大家，传音想知道你们喜欢听谁的版本，喜欢吕颂贤的选一波一，来你们看看，这是吕颂贤的。李颂贤在电视台唱的这首曲子就是笑傲江湖。这是黄沾的。还有一个是任贤齐的。你们喜欢哪个版本？喜欢吕颂贤就选一，喜欢这黄沾就选二，喜欢任贤齐就选3。黄沾的，你喜欢弹谁的版本？你喜欢的我都可以。都不喜欢。那你多听一会儿就喜欢了。周杰伦没有《笑傲江湖》吧？又有人在骗我。好，接下来传音就为大家来一首传音改编的《笑傲江湖》，你们想听的版本我们都可以弹到，让你们听听你们能否听出来都是谁的版本。来，开始。
在痴痴笑笑。诸位，能从传人的琴声里面听出一种江湖的豪迈与洒脱的朋友，一起来扣一波酒。感谢风铃的墨镜，咦呀！感谢我们南城哥的礼物队，感谢南城哥，南城哥仔细听不许看啊。感谢大家的酒，虽然从你们身上也能感受到一种江湖的豁达与豪迈。来，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，愿意为传音上榜的，作为少侠女侠，一人一颗小心心，不用两颗，每人一颗小心心，为我们的民族艺术，为传音涨涨士气。文明时代，文明时代，弹琴就好。我们将近1000位少侠女侠，来，一人一颗小星星。十面埋伏刷起来，你上小星星了吗？我就问你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，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？想听六指琴魔天龙八音的，扣一波六；想听十面埋伏的朋友，扣一波十。一个星星特效，感谢风铃送来的520星星队。呀！风铃这一看，应该是一位美丽的女侠，是一位很豪爽的女侠，可对吗？好，现在是六最多，对吗？好，六最多。那我们就来准备弹一首六指琴魔。诸位，在弹之前，传音需要改个调式，调调音，调好音，弹好琴。来，黑木崖令官何在？士气如何？禀教主，我黑木崖目前气势正盛。好，哪位少侠女侠报一下黑木崖精准士气？要传也是传民族艺术。好，27万整，那直播间我们将近800位少侠女侠，让我们一起来，每人点30下，秒上到30万整。来，诸位，30万整，我们弹六指琴魔天龙八音。传音弹琴辛苦，也请大家点点赞，传音为大家发一个福袋。来，来，黑木崖少侠女侠们点赞了。
子有缘的，距离只差一步。哭了听歌六六六，手抽筋了。这位壮士说笑了，你看你一直点赞，你说手抽筋，那传音一直弹琴，又当如何呢？传音虽然琴艺高超，也是繁体之声了，所以也请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，多多的谅解。喜欢古筝，好，来加入黑木崖，点亮传音力，意下如何？做一位敢说敢做的英雄豪杰。疯狂点，南城哥，不许打字，不许打字。南城哥，你不要打字啊！啊，光听，把手机盖下，只能听不能够看，看就想笑，为何呀？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了，你心生羡慕还嫉妒，还是仰慕还是爱慕啊？那你的孩子们也在学古筝，好。但这个眼睛不太好，不太舒服，再休息。自家的兄弟们，记得灯牌要点亮。那你来吧。走累了，休息一会儿。不要默默的，默默的不管用，你必须要嚣张起来才管用。现在黑木崖士气多少？难怪他们说我瘦了，原来是你点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弹琴了。29.6，来，众位少侠，来，每人点十下，秒上300,000整。我们来准备弹琴了，六指琴魔，对吗？先喝一口吧。不要胡说八道。假喝？你眼睛里面只有假吗？啊！来，诸位，有啤酒的和传音一人一杯啤酒，让我们干上这一杯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，干杯了！来，干！让我们对酒当歌。好，接下来就准备弹琴了。说到这六指天魔，传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呀、啊。看过林青霞演的《六指琴魔》，看过的扣一波一，没看过的扣一波零。你们可还记得他那失散多年的弟弟叫什么名字？
琴，六指琴魔天龙八音，顾名思义就是由八个音组成的天龙八音琴，诸位可喜欢呢？来，喜欢我们的六指琴魔，喜欢我们的天龙八音琴的朋友，一起来扣一波八。不喜欢你可以扣一波七。感谢我们南城哥送来的千纸鹤大队。哎呀，南城哥，你这千纸鹤大队累积起来竟然已经超越了一辆大飞机，感谢我们南城哥千纸鹤组队成的大飞机，这个组装帅气啊，感谢。我们可以来，白脸姑娘赶紧为南城哥这千纸鹤组装成的大飞机，把他的大飞机停在黑木崖后山，好好的停，千万别让这个千纸鹤大队散架了，用那个520胶好了。感谢我们的南城哥，南城哥只听哈，只听只听，不打字不看。来，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，愿意为传音上榜的这位少侠女侠，我们一人一颗小心心，为我们的民族艺术为传音来涨涨士气。下一首曲子大家想听什么？有没有想听的曲子？大家诸位，金兰，感谢你的墨镜。哎呀，报禀教主，黑木崖前有大侠送来金银珠宝。这如此好看的星星大队的美丽特效，竟是风铃女侠送来的，感谢风铃送来的星星大队。好看，黑木崖作为少侠女侠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南城哥点一波关注，为他把士气涨一涨，也为我们的榜二风铃点一波关注，为他把士气涨上一涨。这1314为何我没有按住星星不动，它就会出现一个选项，对吗？哎呀，这架势够大的呀，你上十个华子，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么做。你说你一个墨镜，哎呦，如此嚣张，能否低调一点呢？啊，我等你的十个华子啊，金兰，金兰，我等你的十个华子，我等你。墨镜更适合我的气质呀，墨镜一不都是瞎子戴的耶？你觉得我这么帅能是个瞎子吗？啊，好，
诸位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赵将军，哎呀，请下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是啊，怎么秒变了一个如此帅气的？啊，帅气是吧？对，小宝呢？我刚看小宝也在呢，小宝怎么了？消失了？哎，小宝为何消失了？难道是没接吗？我退款充幺五，卡住了。好，起风了，起风的是什么？起风了，难道是一首歌名吗？小宝应该是不方便接。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小宝，昨天是我小宝兄弟啊，雪中送炭、啊。哪里？哎，整个女孩呗，咱们一块玩一玩。整个女孩呗，有女孩呗。找个漂亮的。你以后多连连，不是我不连，我没有好东西，我不想连。一会儿咱们打个 PK， 咱们就开始。随机对战，咱就找个的姑娘啊，看看有没有找配的。你那边有吗？对了，青霞姑娘，你那个弹琴你可以自己办吗？弹个什么黑桃 A 国度，能弹出来那种感觉吗？哎，春大剑，没什么印象。小娇妻好像也还行啊。啊，这就是黑桃 A， 你说那个能通过这个你这个琴声弹出来吗？播放音乐吗？你小姐都有毛病啊！对，这姑娘都太多了，我都忘长啥样了，怎么办？不用了呀，不好玩呢。哎，这怎么办？现代的还是古代的？都可以，只要是漂亮就行，有节目就行。看这古风舞云烟怎么样？这是个女孩子。好，看一下这个，我不知道长啥样哦。忘记了，没事。也放到晚上户外播吗？你们想看户外播？袁大奎啊，那晚上咱出去吃点儿。不能堂食啊！哦，不让堂食还不行，咱等两天吧。对啊，小师妹，找我把那个输 PK 的女孩约出来，就让我去她家。温州小姨太，这比圈这么大啊，应该不会差吧？你深情点啊，抠门。哎，看一下，这个吧。这个你再拒绝我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给你取关了啊！给你三秒时间。不行！哎，我认识，我俩好朋友，好朋友。雨桐，我。哎呀，我认识就好。啊，哦，一个地方的。不是，我俩玩过，我俩随机还是怎么着，我俩玩过。秦霞认识吗？秦霞现在认识了，比你认识的早。我叫那个雨桐跟秦霞，那这样子吧，认识了雨桐那个小宝哥哥，果然是大美女。那怎么男一组，女一组吧？这里可以吗？秦霞说算哪一组啊？如何分呢？三男两女，三男两女。我是可男可女，十男十女。那你和姑娘一组，我和小宝一组，因为虽然小宝，我俩。情不自禁，可否成全我俩？雨桐姑娘，你意下如何？啊，我都可以，我都行。好，那到时候那怎么？同意了，那就开始。那赢了定奖励。好。好的，好嘞，赢了定奖励。好。OK， 来了啊！好的。好 ，OK， 开始，闭麦。来，黑木崖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我黑木崖的英雄豪杰，现在战旗已经升起，战斗已经开始打响，我黑木崖的护法何在？速带我们的黑木崖英雄豪杰牙前迎敌。谨遵教主号令，众兄弟与我牙前迎敌，为我黑木崖抵御外敌。来，诸位，我们黑木崖这将近200位少侠女侠群策群力，有小星星的我们小星星飞镖一起来站站榜，这有千纸鹤的我们千纸鹤一起站满我们的 PK 10个榜单，有没有10位少侠女侠能够千纸鹤站榜的？感谢光明哥
盛世壮观。感谢南城歌着千纸鹤大队组成的超级飞机。南城歌帅气，南城歌这是威武帅气啊！来，黑木崖这位英雄豪杰，我们有小星星的小星星一起来飞镖飞一飞。直播间我们将近200位少侠女侠，有多少女侠？她能不能有一，能不能有60个榜单？我们看这个现在几十个榜单啊，有没有60个小星星的榜单？我们将近200位少侠女侠，还有没有英雄豪杰女侠能够千纸鹤占榜？我们现在才3个千纸鹤的榜单，感谢肖美人的千纸鹤，我们还差7个千纸鹤的榜单，还有没有7位少侠女侠能否千纸鹤占榜？还有没有7位少侠女侠能够千纸鹤占榜？直播间里面将近200位少侠女侠呀，我们只需要众筹7位少侠女侠的千纸鹤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没有7位少侠女侠千纸鹤占榜？感谢金兰的千纸鹤。好，这就4个千纸鹤了，对吗？1、2、3、4。好，还差6个千纸鹤，还差6个千纸鹤。有没有6位少侠女侠能够千纸鹤占榜？有没有6位少侠女侠能够千纸鹤占榜的？各位少侠女侠，我们一起众筹了。黑木崖所有英雄豪杰，大战在即，刻不容缓，全军出击！作为少侠女侠，我们群策群力，有千纸鹤的，我们看能不能一起占满 PK 十个榜单。PK 十个榜单里面还差7个，还差7个千纸鹤。还有没有少侠女侠能够千纸鹤一起占满 PK 十个榜单？感谢一半月亮一半太阳的千纸鹤。好，还差6个，对吗？感谢书童大山的千纸鹤，还差5个，还差5个千纸鹤占榜。还有没有5位少侠女侠能够拔刀相助？哦，能够拔千纸鹤相助的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还剩下30秒。教主，战况已进入白热化，众兄弟豪杰誓要守护黑木崖神殿。感谢清风下的千纸鹤，还差3位千纸鹤的战榜，还剩下20秒，还剩下20秒。我黑木崖作为英雄豪杰们，我作为英雄豪杰们，还有没有能够一起众筹千纸鹤的？现在小宝家肯定会偷塔，小宝家已经3400票，对吗？小宝家没有偷了，我们还有2秒钟的时间，他们家很有可能保时捷飞机偷完。好，现在 PK 时间结束。哎，让我看一下，现在我们是第几名啊？家人们能不能看见？偷的是刘玉彤家。好，我们是第3名啊。好，这次感谢我们的南城哥，这千纸鹤大队辛苦了，感谢南城哥，感谢我们肖美人，感谢金兰，感谢，哎，为何他没有 PK 榜单了呀？感谢诸位，感谢一半月亮，感谢光明哥，感谢清风笑，感谢大家的千纸鹤队，感谢大家的星星大队。还有姐姐一直的点赞，谢谢花开花落的身材。小棉 ，thank you。怎么是什么了？裁决吧，绝无仅有。大哥，请讲。接受裁决。你又摆了，我没摆了。这偷塔之术甚是厉害啊。没有，我大哥刚进来，我刚想着不要太拖，你往后退就好。今晚要姐姐关注。那怎么？哎，小宝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喝醉啊，
哎，你好，我好几天没看你播歌，我一直播着呢，我被限流了，你关注里找不着我，你得搜索搜索我。咋的？啊，我就100多人了，我现在设全是私域，全是我大哥流量，我自己现在一点都没有曝光度。那个怎么奖励呢？那个秦霞姐姐你来说吧。啊，那感谢嫦娥，这奖励呀，出了后面戴个面具或者是一个墨镜，你想要我扮林青霞就就这个面具啊，这么简单，明白了，我一等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来，哎，是你赢了呀。谁赢了呀？你赢了呀。我不输了吗？你跟雨桐一伙呀？我跟咱俩的票加起来是一起的。哦、对感谢嫦娥。原来我抱大腿了，原来我抱大腿了。他赢了。你现在归隐山野了，没有将军。我现在号被限流了。你想看我直播，再搜索我。我下午5点今天我都播。你搜索我，搜索赵子博，你能找到我，能看我直播。来，我来给你们喊个麦吧。我的奖励就是如何？好，好嘞。行，给你们喊一个比较爆炸一点的麦。我们赢了。暴躁一点的，对，来个刀山火海如何？刀山火海都出来了。嗯。刀构在了雪衣腰上，豪迈的冲云霄，宝贝在了海南烧，大浪海掀起了万丈涛，风吹不散云烟，花飘落在天边，雪滴落在心间，月好似那天仙，踏天都飞天地，大明王会神气，铁海王破天地，带了孤身扛起了这天地，红虎啸，龙腾腾，一把欢刀射大鹏，海无边，山无陵，天涯论平了我纵横，刀山火海的地平，万箭齐下的封神榜，鲜血谁说在流淌，带了一刀斩断了封神榜，把天下的战群囊，逼临城下了又何妨，就算刀斩了我胸膛，带了也要守护了这城墙，血已铺满了王道路，不否蓝天的孤身步，披荆斩棘的在守护，带了谁敢阻挡了我脚步，为何脚步的还未停，就是要逆天行，纵观上天的王帝顶，那谁能与我比天心，猛虎飞身的冲龙腿，为何还要拉我累，看我江山的多妩媚，那把酒高歌的一人醉，喊一段吧好不好。他怎么奖励我呀？我戴个面具这个奖励还是什么意思？特别的焦躁。怎么奖励我呢？赵子龙哥哥平常的才艺是什么呀？因为第一次玩嘛。啊，咋第一次玩啊？啊、哦。嗯，互关一下吧，听，讲一下，认识一下。行、啊，好嘞。我、记错了，有个女孩长得跟你可像呢。啊、哦。互关了，来来，那我跳个，给你跳个舞蹈吧，好不好？好。跳个，猛男舞。哇、哦，见识过那个不错啊！你看过？姬子瑶是啥？有一个哥哥来我们家。呀，先生，爸，不听那个什么，他是细作，别不用搭理他啊。啊，胖子。胖子。那就一块做吧。这雕荔枝就是，这一摇头就是荔枝摇。什么？荔枝啊。我老妈不会来了吗？看我跳这个，等一下啊，我妈来了，我要是我妈妈。啊，不是我妈，外卖，开始了啊，不带参与一波。门都好尴尬呀、啊！我刚刚当傻了，他好尴尬、啊哎、呀！就是不错不错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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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昨天看你跳那个国度了，欢迎我天赋哥。昨天看你跳国度，这有啥的？不行就被抬走呗。行，那咱以后常玩好不好？这个我跟你说，你们别小看这个舞蹈，这个我奉献了我的全部，这个很容易就直接给我抬走了。对，这个舞蹈有点爆炸，嗯嗯。那秦霞姐姐，我们也互关一下，认识一下，可以吗？早一点关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那我回关门。大家互相点点关注哈，为赵将军、我们小宝还有这位美丽的女童姑娘。
哎，对，我们一起点点关注，啊，哎，都一起成长啊，一起进步。小宝下午你是几点到几点播的？我下午2点到4点，晚上是9点到1点。好，一天两场玩啊，啊，常玩嘞，好嘞，走了啊，行，那咱们先撤了，好，拜拜，好嘞，嗯，好，拜拜，好，再会，再会，再会，拜拜，拜拜。鲜花说话挺好呀，一点都不吵呀。来，这位少侠女侠，你们觉得声音传音的声音吵还是不吵呀？啊？大家觉得传音的声音连麦的时候吵还是不吵？觉得吵的就扣一波二，觉得不吵的就扣一波一，如何？连麦就有问题，不连麦没事。嗯，好，下一次我们再试试。这几天呢，这个抖音的系统啊，它有一点小问题，总是每一个人的这问题都是百出啊。好，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南城哥能够鼎力相助，南城哥辛苦了。也感谢诸位少侠女侠们的千纸鹤队还有星星队，感谢大家能够一起出手相助。那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曲子？来，诸位太极哥下午好，感谢你的比心呀。走没走都无所谓哈，大家不用着急，不用担心，不用说这个话题，无所谓的。人气人气气人气人，我们自己想玩的玩得开心就好。笑傲江湖已经有谈过，六指琴魔是不是也谈过了呀？来，诸位下一首曲子你们想听什么？想听刀剑如梦选一，想听爱江山爱美人选二，想听孝庄秘史你选三。弹过了六指琴魔，可以结合我弹你唱。将军令勤工密集的时候轻弹，这看起来二更多对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首大家想听的《爱江山爱美人》。爱美人爱美人，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。好，现在传音就准备弹琴了，爱江山吧。豪情四海远名扬，现在我们就准备谈爱江山爱美人。谈之前传音想问问大家一个小问题，你们是更喜欢江山还是美人呢？
喜欢江山的朋友扣一波一，喜欢美人的扣一波一，我们就一起来扣一波二。民族艺术愿意为传音上榜的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，渺渺茫茫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为我们的民族艺术为传音涨涨士气。轻轻
青兰，传音还没毕业呢。看世间事多变迁，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遇到喷子怎么办？黑木崖的老规矩，拉到黑木崖后山，让他练宝典。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。好，下一首曲子大家想听什么？我们有小星星的诸位，记得小星星一起上上榜。好，那么下一首曲子大家想听什么？太想你，不如换一个曲风，太想念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笑红尘已经弹过，来，诸位少侠女侠，接下来我们看看，来一段这古筝低阶，你们可喜不喜欢呢？想听古筝低阶太想念的朋友可以拨一，想听来跳舞就可以拨二。想念最多，如此我们就先弹一首低阶太想念。来，有啤酒的，我们一人一杯啤酒，和传音干上这一杯，干的这一杯我们就弹琴了。来，诸位，让我看看啊，来，太想念。
得好听就扣一波六。的歌曲哈，这位兄弟，你挂着我黑木雅的令牌说的话竟然如此的无知，我得给你教育教育一番。这民族乐器博大精深，你是电视机看多了，看美女只能这么弹吗？告诉你，民族乐器拓展性很强，技术性很强，想怎么弹完全看个人的领悟和发挥。你以为一本一眼的弹它就是好吗？不要拿你那种狭隘的思想来评判任何一个乐器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只要你玩得转，你就是牛。作为少侠女侠，不要被我吓到了哈，咱就是教育教育他，不要被传音吓到，那他无知哈，传音把他教育一下。我们黑木崖的这些好女侠、好少侠，不要害怕。电视里看多了。柔柔弱弱弹得有气无力，很多人都来电视啊，确实是误导了不少的人呢、很多人都问，哎呀，这古筝是不是只有女孩子可以学，我们家男孩子不学，你觉得他能行吗？在古代，古筝是男人弹的，古筝刚起的，在我们的历史资料里面都是男人弹古筝。而现在很多人都问，女孩子才能学古筝吗？男孩子，我们家是男孩子，我们不能学古筝，这是多么大的误导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这古筝这乐器想怎么玩怎么玩，你还管得了别人怎么玩琴了？你自己说话客气一点，什么叫糟践无知，还好意思教育别人，我教育教育你呢。不把你教育教育一番，你还不知道我黑，还不知道这民族乐器是个什么？告诉你，它叫天魔琴。确实对，赵将军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，因为电视看多了，大家都认为古筝是女孩子弹的，简直就是晃什么，对吧？
电视看多了，就以为女孩子才能弹古筝，就应该柔柔弱弱，弹得有气无力。来，这位少侠女侠，接下来，出来出来，我笑死他。很多人这么说，很多数不胜数。来，这位少侠女侠，接下来我们弹曲来。想听《十面埋伏》的选一，想听《霸王别姬》的选二，想听《精忠报国》的选三。来几首霸气的曲子，给那些柔柔弱弱的人看看，什么叫霸气的弹琴。小弟你呀，等一会儿。感谢我们赵将军的墨镜。来，黑木牙作为少侠女侠，可以 为赵将军点一波关注哈，也是传音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也是经常连麦一起玩的。让我看看，三最多，三是什么？什么最多，诸位？好，那到底是一最多还是三最多呀？啊，到底是一最多还是三最多？来，诸位再扣一波，来再扣一波，重新选择，来，想听精忠报国的扣三，想听十面埋伏的扣一，来再来一次。看起来是一最多，一是十面埋伏，那我们就来十面。那我们就要提前说好了，这首曲子可是你们点的，你们点这首曲子可不能给我差评啊。为什么有人给差评？因为这是战曲，战曲就是刀光剑影，喜欢的朋友会觉得它好听、壮丽、恢宏；不喜欢它的朋友觉得它很吵，觉得它让他心烦意乱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点的，你们可不许给差评啊！好，现在传音把这音调一下，我们弹十面。现在黑木牙士气多少？哪位少侠女侠来报一下？32.5万，直播间我们200多位少侠女侠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秒上到34万整。诸位，34万整，我们弹十面埋伏，传音弹琴辛苦，也请大家一起来点点赞。现在传音调音，十面埋伏是最累最累的一首曲子，力度最大，速度最强。
天晚上和祖先姑娘玩。这首曲子一般人弹不出那种杀气，十里埋伏要的是杀气。对，十里埋伏都是一身汗呐。十里埋伏是最累的一首曲子，平常我也不愿意弹，太累了。所以这首曲子是你们选的，那还是那一句话，你们只能给好评啊。你们会给我好评还是给我差评啊？这首曲子的杀气很重，那很多人就会喜欢它的，喜欢它的人就会觉得它的这个气势呀，非常的宏大，很壮丽。那不喜欢它的人就觉得这种杀气让他心烦意乱，啊，他就给我差评。所以你们给我好评，我们才弹呢。给我差评，我又累，我累得什么样了，还得个差评？你们说我何必呀？我们不讲普通话，讲的是黑木崖本地话。我没点可以给差评吗？哈哈哈哈！而且把你带到黑木崖的后山，让你练一下宝典，如何啊？给好评，好。唯一喜欢的大反派，按时给你送饭呢，没问题。你想吃包子、馒头还是大米、小米，还是就是咸菜，还是想吃鸡腿？没问题，可以。谁是不能有两个？你去问问祖先姑娘，她同不同意？刚才她来了，